时常会想起咱白发的父母，年迈的人这时候最怕孤独，操劳一辈子吃了多少苦，风风雨雨都是为咱儿女，风风雨雨都是为咱儿女们付出。别叫老人伤心，别让老人孤独，寂寞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归宿，常回去看看父母，把他们接来住住，孝敬老人是儿女应尽的义务，最大的幸福，孝敬老人是儿女最大的幸福。